他是第一次在这一届赛会的头球登板，内野滚地球，游击手拿球之后，行进间的传球，应该是 safe。跑者马上起跑，罗宇彦盗垒成功，发挥速度，挥棒落空。 哎，他传到哪里去？他应该要传一垒是完成三振哦，但是捕手没有往一垒传呢，这是一个第三好球，没有确实接捕的情况哦。不死三振呢？对，拉回来，界内界内小炮逼的安打哦，二垒安打。那前置位的跑者回来得分呢，这棒带有一分打点。嗯，我这个球打得干脆的二垒安打。 今天都是担任先发二垒手，勉强碰进场内，三垒手拿球，传往一垒，抓到刺伤。那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了，有一分打点。二垒上的跑者看对方三垒手传出去之后，再往三垒发动哦，所以也能够推进到三垒。